大家好，又系我 Coach 灰啦。今日啊，呢个 topic 咧，又系我哋最基本、最常做嘅，但系我又认为大家做得麻麻地嘅，就系传播啦。之前讲过接波嘅，传播冇乜点讲。好啦，传播，你认为传播系乜嘢呢？好听啲就系你同队友嘅一个交流，队友系啦，你同队友嘅一个交流。OK， 但系喺呢个交流入面咧，有时我唔知道大家觉唔觉啦。啊，我比紧赛嘅时候咧，你会打打下怀疑咧，你个队友系真你嘅。如果唔系，点解佢传个波俾我，通常追住我呢啲啦，呢啲位置啦，同埋呢度传嘅咧，系咪好痛噶嘛？通常打完波嘅时候咧，你就开始大家有心病啦。啊，明明我空晒 ，wide open， 偏偏传个波传到嚟呢度。OK， 咁你明点解叫医院波啦？中咗真系入医院嘅。OK， 传波点解大家都会成日传咗？明明传心口，但系传咗落个头度咧，即系膝头嗰度咧，点解咧？就系因为大家就成日谂住传心口。当你传心口嘅时候，人同人是有隔膜和距离的嘛，尤其你和你队友实有距离的嘛，是不是？尤其在一个几远的距离之下，你一传，你瞄住他心口，那个波就会慢慢向下，就会追住你的膝头哥撞下去了，很容易整亲的这样。好了，我们传波，我又请到阿豪出来帮我手了。 OK， 嗱，就是因为我哋成日听嘅传波传心口 ，OK， 波系啦，近冇嘢嘅，但你比赛几可有咁近啦，系咪？通常喺边啊？尤其我哋而家比赛，你打一啲 lead 嘅时候，打 game 嘅时候，人哋守乜嘢啊？二一二，系咪？守二一二，阿豪系唔该，葫芦顶嘅位置 ，OK。当你守二一二嘅时候，你基本上传波嘅距离到呢度啦，系咪？而且嗱，见到啦，系咪？直接的就傳咗落嚟呢度啦 ，really nice。記住一樣嘢，我哋傳波第一樣嘢瞄準嘅地方係我哋要佢上去心口接，你啱嘅，睇清楚心口喺邊一度，呢度心口係咪？呢度唔係心口啊，係咪？呢度叫肚腩啊，咪腹肌啊，呢度叫我嗰個叫腹肌，佢嗰個叫肚腩。记住传波传给你队友，记住传在头这个位置，他可以 dip and shoot， OK， 你明白？好了，跟着基本的传头啦，是不是？第二样东西波，唔该阿豪，记住一个传波，你可以一个传波入面带到不同的 message 咧，给你的队友嘅，这个是传波最紧要的 OK， 因为嗱，你望到你队友的时间，基本上有防守的，系咪？佢会有防守嘅，例如啊，我请阿 CM 啊，我又请多个啊，今日有阿 CM 帮我哋啦。好啦，假设我哋喺个联防入边防守，每一个传波咧都可以带一个 message 俾你队友嘅，例如传去佢心口啦，即系代表咩啊？冇乜特别。OK， 好啦，如果例如阿豪行前啲啦，行前啲系啦，我交前半步系啦，即系话俾佢听啊，其实你可以 cut in 啦，明唔明白？或者哦。OK， 我比佢后面高位代表乜嘢啊？佢一定要跳后嘛，就系话俾你听前面有一个好紧贴你嘅防守。有时你 cut 紧位嘅时候，你未必望到你队友嘅。如果尤其嗰场波大家个 level 其实差唔多嘅话咧，一个 pick 之后，哇！你有时根本都唔知道个敌人喺边嘅时候，呢、这个传波嘅 message 就可以话俾你听啦。明唔明白？咁当然啦，有技术就你控制啦。是不是 ?OK, 另外就是例如传个波给他脚边的代表什么呢？大家估不估到？就是代表他你射太多了，不要再射了，传啊 ,OK, 猜下，叫你队友猜下，明白吗？有时候你不好意思嘛，你队友是这样射的时候，是不是？不要说喂，我不射黑洞，是不是？不可以这样的嘛，不可以，即是真心话留在真心里面，不要拎出来 ,OK, 在个传波里面告诉他，不要再射了，知嘛 ？OK， 明唔明白 ？OK， 呢一个咧就系一个传播嘅 message， 明唔明白？但系咧讲紧嘅系你有技术，
你就可以令到咁样传播，令到你的队友收到呢个 message。但好似例如阿豪嗰啲一传，系传个 V Lice 嚟睇下，系啦，一传传到呢度嘅话咧，第一危险，第二攞咗千千万万嘅人性命啊，好危险啊呢样嘢，明唔明白？好，我哋另外一样嘢，好多人都做唔到嘅，或者系好多香港 Centre 都出现嘅一个问题就系、是、啊，我哋点样传播俾 Centre 咧？好啦，嗱。一队波入面经常性做得最多粗重嘢，抢篮板啊、防守啊、犯规啊、回防啊，通常嗰个就系一啲中锋嘅球员、低位嘅球员。但系喺香港咧，基本上低位嘅球员咧冇乜波打嘅，主要都系跑同防守嘅啫。佢哋几时攞到波打呢？就系你个队友射完个波唔入 ，I get the offensive rebound and put back， 通常都系咁嘅。为什么？因为队友本身交波给 center 的技术不高，而你发觉呢，通常呢表达怨言的位置都是低位球员，喂交波啦，喂交波啦，是不是？因为他们真的接不到波，而他们都不想的，因为他们不懂交波给 center、okay。 假设通常我们守波的时候，如果我要交波给低位、okay？一般他都会绕前防守的。什么叫绕前防守？不是，看着两只脚是的，站在这里，站在脚的中间，一只手阻住他传波，绕前防守。 OK， 这个时候我们见到传波技术不高的球员没有传回给中间，直接放弃了，一接哦没有啊，那么呢 Center 呢转个头发脾气的了，交波啦，是不是？我们要学习交波给 center。 一第一件事，如果前面那个敌人、甚至说没有敌人的话 OK， 你可以直接交一个弹地。你希望这个 center 是怎样呢？是会轻微跳半步去接的，是的。而绕前的防守呢是拿不到个波的。 OK， 再来。不过题外话讲开就讲，记住你的 center 呢，你要队友交波之前呢，你攞好个位先。第一，你一定要攞实个位嘅。例如呢一球咁，阿 CM 尽量唔好俾佢接波。OK，ready、okay， go， 睇住啦。OK， 系啦，系啦，停。嗱，见唔见到阿豪不停喺度喐啊？佢好想攞个波，但系个敌人不停喺度推前嘅时候，我又让下让下，呢、這个位置就一定系唔实噶啦。无论你几想攞，个人绕几次，你都一定不可以喐，因为当你一喐咧，系一喐嘅时候咧，其实敌人就一定一起喐嘅。所以第一样嘢，我哋压位嘅时候，记住向入边系伸向依边，系啦，用个脚压住个位，系啦 ，OK， 嗱，你队友就好好交啦。呢个系第一个重点。嗱，各位 center， 你要接波前自己都要压好个位啊，呢个你责任嚟嘅。如果你想接波，不是站在那里有人防守，喂交波啦，不是这样。记住压好压好 ,OK， 攞好个位置。好啦，第二个，如果我前面有防守啦 ,OK， 再来压位，压位就一定的啦，不会动的啦。我应该怎么传呢？不要给他接，是啦，不要给他接。记住好停，这个位置大家不要动啦。记住我们传在这一只手的上方的上方，他是要跳起接的。再来压住 ，CM 偷，系啦，系啦，听唔听到？只要你保护到自己个位置、自己个空间，呢一只手接嘅波，你一定攞到。再嚟睇多次 ，OK， 系啦 ，good， 就系咁。嗱，接波冇问题嘅，跟住就睇你个单打技术 ，OK。有好多人咧就系成日依赖咗啊，当有人嘅时候咧，都仲交弹地啊。其实嗱，记住。Center 咧，低位球员咧，球感一般，比我哋外围球员咧冇咁好嘅。你个传波咧，如果仲要弹地的话，其实佢哋好难接嘅。但系调翻转压住个位啦，我哋交高空波的话咧，其实佢就好好接啦，因为喺上手啊，我哋唔喺下边。记住佢比较高噶嘛，系咪？攞上边舒服过攞下边。所以当我们交波给 Center 的时候，记住向他是的外边的位置交，只要他保护好拿到个波，他就可以进行他的单打。
明唔明白？嗱，全球一個基本嘅全球概念，嗱手法啦，我哋點樣傳呢？第一樣嘢啱啱講，我哋一個吊起嘅全球，我哋有幾個全球方法嘅。一 ，OK， 最基本啦，大家小學生都學過嘅雙手傳，係咪？記住，我哋要用手腕傳，唔係用力推出去，調翻轉係用手腕彈出去。個波咧有旋嘅，有旋轉，個波空中停留大，停留多嘅時候，阿豪咧或者一啲低位球員，佢望得清楚去接個波。如果個波冇旋啊，其實同足球一樣，一冇旋嘅話咧，個波會飄啊。再嚟個波，係啦，個波好飄啊，佢好難接嘅。呢個第一樣嘢，第二彈地 ，OK， 彈地，一般人嘅彈地，哦，呢個緊要啊。通常咧都是考驗英超的龍門咁樣嘅，哇！呢啲真係美妙嘅撲救嚟，睇一次。係你其實咧，你唔怪得啲低位球員鬧，唔係唔好鬧，即係有怨言嘅。哇！你交球波，大佬好似我去撲籠咁，做手籠咁，明唔明白？記住，我哋交彈地咧，用膊頭力，唔好向前交啊，佢唔會彈上嚟嘅個波。入射角等於出射角啊嘛，係咪？所以第一樣嘢唔好向前交。用膊头的力，膊头，膊头弹地推，个波系会弹翻上嚟嘅。波，就算我左手都系 ，OK， 我同佢嘅距离二分一好，三分二都好，膊头佢咪会弹上去咯。你一定要个波向上弹，佢先接得舒服嘅。OK， 最后一样 head pass， 我认为我哋香港啊，尤其如果你打开 lead 咧。大部分人手聯防啊，二一二嘅話咧 ，head pass 係最緊要嘅。點解呢？第一，你可以跨過前面 mark 你嘅人。head pass 咧好有藝術性嘅。OK， 例如交呢球咁，係啦，唔好俾佢接，可以掉入去，好慢，但係敵人都守唔到個波嘅。你自己去調教一個 pass 先啦。head pass 有好多樣嘢㗎。第一，啱啱嗰個慢。我慢就係話俾你聽，隊友慢慢嚟，你壓曬個位噶，你接完打佢 ，OK。另外就係 head pass 嘅時候有落西啊，落西係防咩呢？例如我一啲 skip pass 啊，我哋一啲較遠距離嘅，較遠距離嘅 ，OK。壓住嘅時候，我哋可以用一個好高速度走出去，係啦。我哋一落西咧，個波好快嘅 ，OK， 因為又係一樣，當你有一個旋轉嘅時候咧，而握前咧。個波咧就會好快落去噶啦，明唔明白？好啦，最後一樣嘢落西交波咧，我哋都要落西嘅。OK， 嗱，例如係點咧？我哋可以咧，好似打乒乓波咁上旋式。有時我哋要跨過個防守落旋，個波咧當墊地嘅時候咧，尤其當有敵人喺前面，我哋唔可以咁樣交啦，係咪？我哋可以咁樣彈地彈出去嘅落旋。亦都係另一個交波手法。如果你個技術高少少嘅話咧，甚至可以咁樣落旋嘅。OK， 壓住，係啦。呢個咧，如果我有時咧就會啊，歐洲之王咧快艇嗰個咧，你會見佢有時打快攻咧，佢會咁樣交嘅，真係咁樣交嘅。因為咧個波咧可以跨過前邊嘅敵人，然後曲聚落嚟。俾你嘅隊友嗱，講真嘅，你技術要高嘅 ，OK， 可以咁樣拉個波交落去，但係個速度落嚟會相當快，隊友一定要有翻咁上下球感，佢先可以咁樣交出去嘅。嗱，呢個打快攻用噶 ，OK， 好啦，嗱呢幾個今日講嘅就係一啲唔同嘅傳球手法啊，多謝曬 CM 同阿豪幫我哋做示範 ，OK， 嗱，記住傳球係令到你隊友和諧。融合的一个手段来的，可以的话大家练好一点的传播，大家打波到时就开心一点了，是的。同样当你收到这些传播的时候，就是你要 get 到一个 message 啊，我是不是射得太多呢？对不住啊队友，我会收敛的了。这些你会收到这些 message 的 OK， 好了，传播啊，记住练了 OK， 今天完传到个框度，哦，阿里屋嚟啊，其实好，拜拜。